请各位旅客系好自己的安全带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哎，你好，你是什么需要？这个怎么系啊？我不会。啊，好的，我帮你。好，请问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吗？我需要你的微信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不行。那 QQ 呢？啊，这个也不行。哦，那你能给我啥呀？您想喝点什么吗？我不想喝是什么？要不然你和我合张影吧。啊，上班时间不行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微信不给，QQ 也不给，连合张影都不行。要不然你亲我一口吧。这个我老婆不准。什么？你都有老婆对了？呀，我孩子都3岁了。哎，啊，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需要，我就先过去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好的。